郑淘沙名胜世界同南洋理工大学地球观测与研究所的代表在海洋馆的水中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接下来将汇集相关资源和专长展开研究，应对日益紧张的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海洋馆也将展示南大地球观测与研究所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并为旅客打造线上海洋研讨会以及教育短视频。南大学生也将有机会在海洋馆进行研究。